站住！站住！站住！别动！不要动！2000年11月5日，县城新华街发生命案，被害人李勇因外力致严重颅脑损伤，当场死亡。新华街凶杀案的侦破工作进展顺利，当天警方便确认了杀人者王慧，住县华强预制厂宿舍。哎，干什么干什么？警察，打开大门。不，这火当严。小队，没人。疑犯王慧作案后去向不明，警方一边对其住所进行布控，一边又展开走访调查工作。这臭小子在这一块成天不学好，和这一帮子年轻人喝酒打架，是吧？家里也管不了，什么号称十三太保。调查过程中，一个叫做十三太保的组织的线索浮现出来。向你了解一下王贵的情况。王贵是跟着杨向东混的。杨向东是他们大哥。他们都喊他杨哥。杨向东给他们掏了工资，他们吃穿。他们帮了他要账打架。要什么账啊？嗨，就是保护费吧。就是两边出现纠纷了，他帮着调解一下，然后两边都要钱。我收钱还打架？对。要不给钱我就打吗？动刀动枪的。哎，赵伙子，我们公安局的，想向你了解一下杨向东的情况。你不知道，不知道。哎，不知道，不知道。对于十三太保组织头目杨向东的调查，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侦查员费尽周折，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十三太保，他称是当代的青帮，在这一带挺邪乎的。听说他们老大姓杨。今天我们在这里结拜一下。经调查，所谓十三太保组织系多年以前由杨向东纠集而成，他们歃血为盟，已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该组织成立后，即打着帮助他人解决纠纷的旗号，运用暴力手段在县城里充当地下法庭，大肆从事违法犯罪活动。1995年，该组织头目杨向东因寻衅滋事被警方收审，使得其一度销声匿迹，但近年来又沉渣泛起，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初步调查结果显示，该组织是一个典型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据警方保存的档案上显示，杨向东曾于1995年9月因寻衅滋事被公安机关收容审查，关押于市第三看守所，后被某医院鉴定为精神分裂症患者而获释。95年，你是不是看过一个叫杨向东的人？杨向东，就是那个疯子。哦，是那疯子啊！哦，是我看过。您回忆一下，他当时是什么个疯法？他进来前两天吧，都挺好，这个有一天就突然就给疯了。他有什么症状吗？他症状就是在里头又这个吃食又喝尿，在号里大喊大叫。哟，杨哥，仗着自己撒尿怎么着？还喝了他怎么着？什么？你看看，看，哎，我告诉你们，这是啤酒。好，干了，干了，干了！来来来，一起喝，干了，一起喝，一起喝！今日重阳。来吧，他喝什么？他喝了自己的尿。鉴于杨向东一系列的非正常行为，警方为其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由其家人带他去医院检查，
随后，杨的家人拿来了一张某医院开具的精神分裂的诊断证明，杨随即获释。在杨向东住宅附近的调查中，获得了一条意想不到的线索。喂，你好。哎，你好。我们是公安局的，想了解点情况。哦，那坐吧。好。附近有个叫杨向东的，您认识吗？嗯，认识。您了解这个人吗？嗯，不太了解。您对他有什么印象？嗯。表面上看这个人挺有钱的，也比较爱学习。他老到您这买书？嗯，经常过来。买点什么书啊？买小说，然后也买一些那个法律自考的教材。那您知道他买法律教材干什么？嗯，那考大学用吧，自考的。请问自考办在什么地方？在这个一楼西头第二个屋里边。谢谢啊。陈进，主任，你好。你好，你好。我们是公安局的。嗯。想请您帮助我们查一下啊。嗯。95届就是参加成人高考这个报名考试的一个叫杨向东的人。看能帮你查一下，是成人高考还是自学考试呢？哦，自学考试。啊，有了，杨向东，95年10月份报名。对对对对对。嗯，98年6月份已经毕业了。哎，过去这人智商蛮高的，准备运用法律武器。我看他是钻法律的空子。不过他也挺怪的，你看啊，9月份犯病，10月份就能参加考试。我说那个病因查完了，查清了吗？查了，我们查清了。杨向东啊，他是8月份因为打架斗殴啊，被咱们拘留了。在这之前7月份的时候呢，他出过一次车祸，脑袋受了伤，医院出诊断证明啊，说的是因脑外伤造成的精神分裂。这么巧，咱们抓他去。他就犯病，考试怎么不犯病？经过细致周密的调查，警方最终证实了杨向东的所谓精神分裂症的诊断证明是其通过关系开具的虚假诊断证明。此间，杨的精神一直处于正常的状态。与此同时，侦查员还通过大量的基础性调查工作，掌握了十三太保组织的另一个主要成员蒋成的有关线索。在对掌握的线索进行综合分析后，警方决定首先从获取证据方面入手，突破选择在蒋成身上。为此，警方制定了一个周密的方案。哎，这是咱们市局的李科长。哦，你好。董小军，你好。这是咱们建局的郭局长。坐。哎，今天来给你添麻烦来了。郑老板，哎，你好，哎，你好，坐吧。解个手。他怎么在这边呢？不好意思啊。啊，没事没事，我们成哥吧，跟联系人不太熟，所以心里没个底。没事，可以理解啊。哎呀，不好意思啊，把我憋坏了，不好意思啊。走，看货吧。老板贵姓啊？姓李。哪的人？东北的。在哪发财啊？干什么玩意儿呢？你做什么生意？急什么急？都道上混的。
就在警方针对十三太保组织展开紧锣密鼓的调查，并已取得了一些突破时，11月27日晚上，在县城南门口又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凶杀案。哎，断枪啊！那是聂青啊！你过去看看。啊。咋又没给话说呢？那是干嘛？没事，歇着嘞。歇着了，还不回来？聂青。真烦人！管他打怀外那天有他，走走走走，干嘛？你干嘛？走，有你妈事儿，有你妈事儿，你下去，走下，走，干嘛？没你事儿，没你事儿，没你事儿，不去，不去，动手，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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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别喊，走，救命啊！快跑，快点！据目击者反映，命案为六个年轻人所为，疑犯作案后向东逃窜，警方立即对各个出城路口进行布控盘查，出城车辆等。哪个？就在你家？对。经过一夜的排查和手卡，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调查工作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上午，侦查员终于找到一个案发前曾经搭载过六名疑犯的出租车司机。昨天拉那几个人都有什么体貌特征？个子挺高，穿得挺精神。他们从什么地方上你的车的？从师范街上的车吧。到哪儿啊？到开发区。哦，听着他们到开发区去干什么去了？好像到开发区要找人要什么医药费去，没找见有翻回。哦，刚刚来在什么地方下的车呢？到南门下的车。在南门。他这个途中啊，就是你听没听到他们互相之间叫什么或者怎么称呼啊？好像其中一个有一个叫地宝的。叫什么？叫地宝啊。地宝。对。地宝我认识。昨天几个小子在师范街上辆出租车走了。往前开。哎，哥们，这个对，哎，就这儿，这个，哎哎，哪个？你们哪个？这警察啊，地宝呢？没在家。经搜查，没有发现地宝的踪迹。据地宝的母亲讲，地宝已经有三四天没有回家了。其他五名疑犯的身份很快便查清了，他们是。秦大鹏、袁军、袁立伟、王树、陈华秋，他们均系十三太保成员。接二连三的恶性案件使警方认识到必须尽快铲除这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县公安局局长姚世运专门向县委县政府做了汇报，县委县政府对此案给予高度重视，指示不惜一切代价全力侦破此案。
11月29日，十三太保专案组正式成立。专案组首先选择了1127案件作为侦破整个案件的突破口。11月30日，迫于警方全力追捕的压力，地保在家人的陪同下向警方自首。前两天我们老大跟我们哥儿几个说，有个叫杨高人说要跟我们抢生意，还说准备做县里边老大。然后我们老大跟我们哥儿几个说，让我们过去教训教训他，然后让我们把他给废了。后来我们老大带我们去地矿宾馆开两间房，让我们吃肉在那儿，让我们在那儿等他信儿。说让我们什么时候去，我们在什么时候去。10月17号上午，杨向东过来找我们来，给我们说，头天晚上杨高他们被公安给抓住了。俩车，俩枪。哎，大哥，大哥，坐，大哥。昨天晚上杨刚他们出事了，公安局给抓了。真的？真的假的？这可是确切的消息。这他妈哪有真假的？哪有假的？他妈的，上次和杨刚在一块儿，有个叫聂青的，砍了我好几刀，让我花那么多钱，要不咱去找他要钱去吧？这咋的？不找他呗？这咋的吗？好啊，这叫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摆平了，咱就当然的老大了。那走吧，找要钱去。那天晚上，秦大鹏带着我们拿着刀和枪去找聂青，然后聂青没找着，我们就往回走。在道上，我们秦大鹏看见一个人，对吧？那是聂青吧？过去看。哇！爸爸，回来了。啊？哎，这接着了。我过去一看，是田凡，我认识他。这不聂田凡呢？田凡啊。那个他说那天晚上打同花秋的时候他也在场。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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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哎，杨哥，哦，我们出事了，大鹏在南门开枪了，打田凡，一枪打头了，估计是死了，啊，你要过去看一下啊。那我们现在怎么着啊？那好吧，就这么着了啊。怎么着？杨哥说他过去南门看一下，让咱在这等他电话。大概等了一个来小时。然后杨哥给我们打过电话来说，让我们哥几个到五四厂门口等他。啊！哥，啊，哥，大亮子，刚才我去南门了，人死了，警察也在现场。你们得赶紧躲一下。我们去哪儿啊？本地是不行了，你们得在外地躲一下。估计各个路口都让警察封了，走公路不行。这咱怎么办啊？你们先躲两天，然后呢顺着铁路线走，记住千万别坐车。那我没钱啊。枪准备好了，这1200，大鹏拿700，他开枪了，你们一个人100。记住，到外地之后马上跟我联系。啊，知道了，知道了。现在把刀和枪给德子。到时候注意点啊！哎，行，走了，走了，大哥。我们这又回到烂尾楼，我们觉得这儿比较偏僻，安全一点，我们就在这儿又躲了两天。
喝。老大，以后咱怎么着啊？我钱花没了。是啊，我们这儿我快没了。我这也没了。这样吧，阿秋，给杨哥打个电话，问杨哥。杨哥他关机了，那怎么办？那怎么办，老大？要是这样吧，咱分头走，我和华秋一组，你们自由分组，咱们到了市里再分头。你是老大，你说了算。秦大鹏的钱没花，滕华秋那有个手机可以换钱，他们俩先走了。后来我们几个商量，说各走各的吧。后来我们都走了，到最后我也没钱了，就回来自首来了。秦大鹏让你们什么时间在市里边碰头啊？他根本没有说什么时间，他就说让我们到市里碰头，其实就是想甩掉。根据地保的交代，警方迅速出击，捉拿1127案件中涉嫌包庇的犯罪嫌疑人杨向东、罗启明和吴德，但三人均已外逃且去向不明。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惶惶不可终日的犯罪嫌疑人袁军、袁立伟、黄勇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相继投案自首。你交代一下你们十三太保的组织结构情况。我们分三层，第一层是杨向东和罗启明，第二层是秦大鹏、蒋成和吴德。你们归谁管啊？我们归秦大鹏管。发服装干什么？一般就训练。训练？怎么训练你们？打枪。我来。好，小伙子打得不错，枪法挺准。我这些枪不错吧？不错。我为什么带你们到这来训练呢？就为了以后呢，把业务咱们做好。咱们现在这小地方呢，咱们先凑合着在这儿先玩玩。等时机一旦成熟，我带你们到大地方，咱玩几票大的。等咱哥几个兜里，到时候呢，都装个千八百万的，到哪儿他不喊咱爷。对。你们训练的时候，杨向东干什么？给我们上课，教给我们支招，教我们如何做业务。啊，进来。12月8日，与秦大鹏结伴出逃的滕华秋向警方投案自首。和他们几个分开以后，我和秦大鹏商量，先去市里先躲起来。我和秦大鹏到了市里以后，在汽车站附近找了一个个体旅馆，然后秦大鹏让我把手机卖了300块钱。老爸，要什么？这手机有吗？有。多少钱啊？2块钱一瓶。我来两瓶。来喝。你看金哥，我钱也花完了。这么快啊？你看咱这几天打车、住店、吃饭，都花了也没了。要不给杨哥去个电话，联系联系，看联系上呗。
说他俩在南航。我给杨哥打电话，他总是关机，我的钱也花完了，杨哥给他的钱他也不花，我没办法了，我提出和秦大鹏我们分开走。刚结了吗？结了，行了，这么着吧，我走了，再见。再见，秦哥。然后我就回来自首来了。那秦大鹏去哪儿了？我不知道，他没跟我说。这十三太保呢，现在有几个人投案自首了。都是十三太保的小弟兄们。目前呢，主犯都在逃。唯独啊，有个蒋成没跑。他十月一刚结婚。咱们农村呢，有个风俗习惯，结婚不满一个月呢，不能空房。所以呢，他在咱们的监控之下。蒋成这个人在十三太保当中的位置怎么样？排在老三、老四。我看我们可以收网了，先抓这个蒋成，然后各个击破。您但无贵，去了您就敲门，就说派出所查户口。他开完门之后呢，咱们就冲进去。可以。他如果不开门呢，咱们就破门而入。特别注意，他手里可能要有武器。进门之后，先控制他两只手，你看行不行？行行，来走。谁呀？派出所的，查户口。干什么？干什么？走！干什么？你别动！放我！干什么？走！你叫什么？问你嘞，你叫什么？到底说不说？到底讲不讲？不讲是吧？廖俊，这小子两天了，一句话不讲，什么也不说。怎么不说话？我们就要跟你讲话了啊！你有什么话还是要说的。你很年轻嘛，又刚结了婚，今后还要吃饭，还要生活嘛。你不要以为你是虚数进操营，你的事情你不说，你就以为我们不知道。我这里啊，前几天抓了一个东北嫌疑犯，抓他的时候啊，缴获了一支枪。你要不要看看？你有什么要求，可以说嘛，我们都可以考虑。有烟吗？给我支烟。我有两个要求，说吧。第一，让我见一下我媳妇儿。第二，为我保密。可以，明天你就可以见你媳妇儿。你怎么样，孙子？
我过得挺好。老师怎么样？真是太幸运了。哎，我在这里边，你放心，没事儿。只要你把你自己照顾好就行了，照顾好家里，照顾好老人。我好了好了，我跟你讲，要说就实事求是说，如实反映问题，听清了没有？行，有什么话你就问吧。那你先说说十三太保是怎么回事？那是很早以前了，是94年，有杨向东。我吴立强，我们反天在一起吊着。后来杨向东呢，他说他想当老大，叫我们分头找几个弟兄，一共找了13个，我们组成了十三太保。那是在94年5月份，我们在聚英楼聚摊。弟兄们，今天我们在这里结拜一下，以后我们就是兄弟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只要我们齐心合力，就一定能称霸县城。好，好，好，哎！以后我们就分头去城里做业务。你们怎么做业务啊？就是双方有经济纠纷了，就拿着钱财提前消灾。杨哥，你过来求你办点事儿。我跟杨宗义啊。做生意这么长时间了，突然发现这账少了2万块钱，我怀疑是这小子给吞了，所以让杨哥帮我要一下。要钱嘛，好办，明儿就给你要了。谢谢杨哥。这钱要回来怎么分呢？这杨哥你看着办。我看着办，三七。三七，我七你三。哪儿啊？我七，杨哥，是有点多。多，钱多你可以找别人要去。你也知道杨宗义这货可是打起架来不要命的主。杨哥，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咱说嘛，杨哥，少点五五吧。什么？我从来不讲价。三七。怎么样？三七三七，这钱要不回来怎么办？这你放心，不给钱，明天卸职哥报给你。嗯，那行，那杨哥，那就这样，我谢谢你了。啊啊！我现在真的没2万块钱，没2万，那先拿14000，14000也没有，真没钱，先写个欠条，3天之内给我还钱。行行，我写，给他，那写。杨哥，咱要回来的14000，嗯。给徐家6000，咱就剩8000了呗。谁说给他6000了？哎，2万块钱的三，应该给人6000啊。按2万块钱的七呢？14000啊。啊，不对了吗？哎，徐家，那怎么办？徐家那儿，甭管他，反正他也闹不起来。王哥，这5000先拿着，等回来我再凑凑再给你那个，行吗？杨哥，你别这样，那个嘛，回来我再借了再给你，行吗？不行，真的，求求你了，放小弟一马吧。不行，真的没钱了，有钱我一定给你。杨哥，算了，放过他吧。你放屁！老子说话什么时候收起来过？别，杨哥，求求你，放小弟一马吧，你以后让小弟干什么都行，行吗，杨哥？你这么说。那这样吧，我看你像够意思的人，这事儿呢今天就算。那谢谢杨哥，以后咱还是朋友啊。行行，谢谢杨哥啊。哎，杨哥来了，坐坐坐。哎，徐老板，你那事儿我们去了，他确实没钱，我们家都给他翻了。那怎么办？没法办。再没别的办法了。没别的办法了。你不是卸他个胳膊吗？哪那么容易呀、啊？卸他个胳膊，那叫重伤害。你知道判什么刑吗？10年以上无期死刑。你看我们这哥几个，谁去死啊？
没办法，那我先走了。啊，走好啊！行，让哥你担心。嗨，这点小事儿，简单。那啥，那什么，明天你还接着找杨宗一要钱？要什么钱？嗨，你就说那天为他说话，跟我闹翻了，我正派人打你呢，跟他要精神损失费。行，要多少？最少3000。行。第二天找杨东玉拿3000块钱，他给你钱了没有？给了。你们石家太保当时有没有请大鹏他们几个？没有。那怎么回事啊？那是在1995年9月份，杨向东被抓了。被抓以后，我们石家太保就解散了。解散，有的出事了，有的跑了。后来杨向东搞了个精神病证明，他给放出来了。放出来以后，找了我和吴立强，叫我们再找一帮是身体壮的，敢动刀枪的，敢干，再组成十三太保。后来我们就找了秦大鹏。枪是什么来的？在体育用品商店买的。买几支？大概有11、12支吧。枪现在放在哪儿了？枪以前是归我管，前阵我刚结婚，后来给了吴立强了。警方迅速行动抓捕吴立强，但吴已经出逃，侦查员依法对其家进行搜查，没有找到藏匿的枪支，但侦查员袁超却找到了一个信封，信封里装有几张女子的裸照和一张署名为邓兰的欠条。欠条上写道：我欠杨哥人民币50000元，我保证在杨哥结婚之前不嫁人。警方随即开始寻找邓兰和其他几名照片中的女子。数日后，一位名叫张雅琴的女子被找到。今天我把你找过来是想向你了解些情况，希望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如实向我们反映情况，行吗？行，我会如实的说。你跟杨向东是怎么开始交往的？我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他的。他跟我说他是学法律的，是个大学生，对我也挺好的，给我买东西，请我吃饭，这样我们一直交往下去。我们交往了有2个多月，有一天下午他叫我去他家玩。哎，哎呀，到家吧。进。哎，早就想让你来，你今天有机会是吧？看看，来。坐。真忙。来。哎，坐着啊，刚吃完饭，渴了吧？来，喝点水啊。好，谢谢。解解渴。水太大，放着凉一下。哎呀，金娜，知道我好想你啊！哎呀，手放开手！哎呀，咱们都这么长时间了，放开手吧，无所谓了，这点。放开手，干什么？你这个人想干什么呀？干什么？想和你睡觉，知道吧？你再这样说，我就走了啊！你走啊！你能走你就走，看你跑到哪儿去？开门，给我开门。不给你开，拿钥匙给我开门，开门都喊人呢。你走，喊人没人呢，知道吧？哪有人呢？就咱们俩人都上班去了。开门，给我开门，开门，走吧。开门。神经病，在这要，我都告你去了，强奸犯。脏货你！
靠我强奸？神经病一样。神经病。看着点啊，这医院的证明，我就是神经病。我告诉你，精神病人干这事儿是不负法律责任的，知道吧？哎呀啊！站住！你放手啊！什么？啊、你别喊了啊！放手！放手！放手！都放手！你给我放手！放手！来人呐、啊！救命啊！救命啊！那天晚上他强奸了我，趁我昏睡的时候，他拍了张照片，拿过来给我看，说让我跟他去下海，不然他就把照片贴出去。我没有办法，就跟了他去海口。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这是97年的10月份。当时他是怎么跟你讲的？当时他说让我给他挣够20万，他就把照片和底片给了我。你给他钱了？给了。今年的6月份，我给了他20万，也把照片给了我了。没想到他手里边还有。你认识一个叫邓兰的吗？认识。他也和我一样被杨向东给骗了，下海去了。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不知道。